认真行回答。东大门是哪里啊？东大门就是我的家乡，就是新疆哈密，哈密就是新疆最东边的一个城市，所以管它叫东大门。哈密就是哈密瓜那个哈密。对对对对，哈密瓜的哈密。我八卦一下，你说你同学全都不听 rap， 有那么夸张吗？不能说全部不听，但是听的人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、3个、2个、1个，真的不夸张啊。务实行回答。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啊？我为什么来？赚钱呀。呆萌行回答。我特别喜欢你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觉得兴趣爱好是看月亮的人应该都不会太差。对，我认真啊，养薄荷，薄荷好养吗？好养，倒好养的，但是我不小心把它给养死掉了。但我又买了好几盆。耿直行回答。谁说谢谢的就是淘汰了。他们回来的你都这样说，而且他们虽然还说你坏话。他们说我什么坏话？他们说你笑得像傻子。那是什么？说你像笑得像傻子。好 ，OK 啊，没什么关系啊。但很可爱，就是说你对，就是很可爱。傲娇型回答。你是你们厂牌最不红的吗？是。所以真的不想再做老鼠人了。机会在哪儿？通过今年的比赛，你想在你们厂牌里超过谁啊？那最好是超过谢帝呀。那难道不是吗？这样我就可以翻身。那怎么会想来参加这个节目？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男生说唱就是都很帅很炸，但是没有一个是美的。